金声不绝于耳，这是疫情后新山的金山圆会所第一次对外开放，吉祥乐祈福会众人礼拜地藏经。之前我看到这个企业，我会有一点害怕还是恐惧的，可是这一次来到这边啊，实际啦，我就觉得没有怎样哦，全部把它放下了。农历七月不再是民众惧怕的月份，志工传递正信正念，更鼓励子女及时行孝。在父母亲有生之年的话，我们都希望能尽我们最大，多陪伴是最好的一个报答母亲的一个方式。我的妈妈往生不到一个月，所以我就想来唱诵这部地藏经，回向给我的妈妈，感恩妈妈生下了我，我要用父母给我的这个身体来做好事。乌鲁地南的祈福会则透过净思法水妙莲华的演绎，想启发大家心中的善，共同为社会付出。对于这个企业的鬼节呢，我是抱着平常的心，可能人家所讲的就是说，你相信有就有，你相信没有就没有，我就抱着这个心理，所以没有说进行任何的羁绊。祈福会上，志工也推广蔬食，素宝宝许慧恩打小就没尝过肉，身体一样健健康康。就是还可以救地球，而且从小吃到大，身体还是很健康，还是很有活力，所以吃素就是蛮好的。敲钟、供灯、祈愿，大家把祝福写在纸片上，祈愿这份善的能量传达到世界每个需要的角落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智工马来西亚报道。